团 SMAP 出道25年，日前宣布将在今年12月31日解散，为演艺圈投下一颗震撼弹。SMAP 在年初首度爆出解散传闻，事后五人召开记者会道歉，表示不会分开，但却在半年后宣布于12月31日正式解散，粉丝当然无法接受啊！根据日本媒体报道，有消息指出 ，SMAP 的前经纪人饭岛三志和杰尼斯副社长喜多川玛丽在事务所闹不和。原本饭岛三志想带 SMAP 出走，相取圣武、中居正广、朝简刚和道元无郎都挺经纪人，唯独木村拓哉不支持，导致团体分裂。因此，有许多死忠铁粉认为 SMAP 会分裂，始作俑者就是副社长喜多川玛丽。喜多川玛丽的邻居日前就在网络上爆料，今日有不少中年妇女在公寓外游荡，并在玛丽的家门口发现粪便。邻居暗示粪便不像是狗大便，怀疑是有心人士作为。邻居对此相当害怕，更表示要暂时搬去亲戚家，以免遭受波及。全娱乐整理报道。